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欢迎来到牧家粮堂，回到神的殿当中，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邀请弟兄姐妹站立起来，我们继续在神的殿当中，我们一起来欢喜快乐来赞美这位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喜乐海流来充满。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 一起来拍掌。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 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 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 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海洋与河流起来赞美耶和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呼喊，心献给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我要专心专心敬拜他，
我要欢呼欢呼赞美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弟兄姐妹，邀请你拍掌来赞美这位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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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真好，要宣告主你真好。哈利路亚，主你真是好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掌。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从各国各族各方来的人，从过去现在一直到万代，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你是主。存到永远，从各国各族各方来的人，从过去现在一直到万代，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你是主。一起来宣告哦。Yes you are, yes you are, yes you are。So good, so good, so good. Yes, you are, yes, you are, yes, you are. So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你是主，来敬拜你，来敬拜。起来拍掌，赞美这位我们的神。主啊，你是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弟兄姐妹，你可以安静的坐下，继续在主的殿当中来敬拜这位荣美的主，伟大的神。
全地都是乐，主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生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昔在永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神灵，神圣的羔羊，全能神羔羊，我神。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神姐妹站立起来，继续来敬拜这位荣美的主。你之神尊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唱高一点，来敬拜我们的主。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Yeah.
你是的，主，我们全心的歌颂赞美你。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敬拜你。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是的，谢谢你是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的神。哈利路亚，谢谢你，我们的生命气息也都在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将我们隐藏在你的翅膀印下，使我们得以喝你生命乐河的水。哈利路亚，我们请我们祷告服事同工到台前来。在今天早晨我们会前祷告的时候，我们领受到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好像你在这个武汉病毒里面，你很担心，你很害怕，你有恐惧，但是神说他是良善的神，他说他把你隐藏在他的翅膀印下，好不好？你有害怕有恐惧的，你可以到台前来，我们要特别为你祝福，为你的家人祝福。你要经历上帝的保守，你依靠他就必经历他的得胜和他的荣耀。那我们也领受到我们当中有些有些弟兄姐妹，你很担心你的家人，可能或是你会害怕你的家人他们的工作啊，他们的前途有些人你为你的配偶或是为你的先生可能他的工作或是他的这个亲子关系或是孩子未来孩子的健康等等你会担心，好吧？我们也要来如果是你可以到台前呢，我们要特别为你来祝福。神他要来赐给你一个新的眼光，属天的眼光，神要看见他对你家人的应许，神要帮助你在他的眼光中来祷告，圣灵要亲自的来帮助你。那我们也领受到我们当中有人，我们当中有一些你是好像孤儿寡妇你心里面孤单，神说他是你活水的泉源，神的爱神的光要充满在你的里面。特别我们也领受到好像有些人你不太容易来接受弟兄姐妹的帮助，不太容易感受到好像打开你的心，你总是习惯靠你自己，总是习惯依靠你自己，但是神他其实在你的周围兴起很多爱你的弟兄姐妹和家人，神要来帮助你可以打开你的心，来经历弟兄姐妹的安慰鼓励，还有神来的安慰跟鼓励。好，那神要帮助你不再依靠你自己，而是来依靠神。好，如果这是你，你也可以到台前来，我们要特别为你来祝福，或是你有任何的需要，今天神都要来祝福你。你要经历神的平安在你的里面。在身体的疾病方面，我们也领受到有些弟兄姐妹你好像有癌症的威胁，或是肿瘤，或是头痛，或是眼压眼压很高，或是眼睛会痛，或是 肠胃的不适，甚至肠呼吸道的困难，就是支气管或是呼吸困难，甚至有些人你有忧郁，神的平安要充满你，神的医治要临到你。神是美好的神，是全能的神，他要亲自的让你经历，他用他的恩典覆庇你。从神而来的礼物，我们继续在敬拜当中敬拜这位荣美的神。哈利路亚，
求主给我你的眼光，不凭记忆，前方道路你为我照亮，你是为我征战的神的神诗歌，谁都不能拦阻我一生紧紧紧紧跟随你，你就是我的神的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面对惧怕大声赞美，哦，哈利路亚，唱着一首得胜的歌，给我力量超越现况，当面前方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畏惧。征战的神的神诗歌，谁都不能拦阻我一生紧紧紧紧跟随你，你就是我的神的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面对惧怕大声赞美，哦哦哈利路亚，唱着一首得胜的歌，给我力量超越现况，放眼前方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畏惧。困难，我心仍有大喜乐。看清苦楚，唱着这首得胜歌。你就是我一切盼望的结局。得胜，得胜，得胜，得胜。虽有困难，我心仍有大喜乐。辛苦处唱着这首得胜歌，你就是我一切盼望的结局。得胜，得胜，得胜，得胜。虽有困难，我心仍有大喜乐。看清苦楚，唱着这首得胜歌，你就是我一切盼望的结局。得胜，得胜，得胜，得胜。虽有困难，我心仍有大喜乐。看清苦楚，唱着这首得胜歌，你就是我一切盼望的结局。得胜，得胜，得胜，得胜。你就是我的神的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面对惧怕大声赞美，哈利路亚，唱着一首得胜的歌，给我力量超越现况，放眼前方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畏惧。你就是我的弟兄姐妹，邀请你宣告出来，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一切惧怕都算不了什么。哦，哈利，主啊，你就是唱着一首得胜的歌，一切难处都算不了什么。先光，放眼前方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主啊，我们更有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宣告你是又真又活的，你是又真又活的神。面对惧怕大声赞美，哦哦哈利路亚，唱着一首得胜的歌，给
我力量超越险况，放眼前方尽是指引。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不要再恐惧，不要再担忧，不要再害怕，主啊，宣告出来，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面对惧怕，大声赞美。我哈，向着远方的十架，来到敬拜神的面前。给我力量超越险况，神必前往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畏惧，你就是我的神的歌。是的，主就是我们得胜的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面对惧怕，大声赞美。哦，哈利路亚，唱着一首得胜的歌。给我力量超越险况，放眼前方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畏惧。哈利路亚，是的，主，赞美你，感谢神，因着有了神，我们不再畏惧。哈利路亚，神说，凡艰辛仰赖他的，他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们心里倚靠他。当在摩西亚伦的日子，以色列百姓遭遇瘟疫，死了很多的人，但是当亚伦拿着香炉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在那里祷告，在那里代求的时刻，瘟疫就止息了。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当你起来祷告，当你起来为你的家人祷告，当你起来为自己祷告，好像亚伦，好像摩西，瘟疫就必止息了。今天早上还特别有一个感动，当你起来 为台湾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甚至为武汉祷告，你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哈利路亚，你的祷告要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让神能力从你而出。Amen. 让神的能力借着你的祷告流到这里设地的百姓。今天早上诗篇第五篇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是的，愿投靠你的，哦，我们的神啊，耶和华，愿投靠你的主耶稣，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哈利路亚，凡投靠耶稣的，愿他们喜乐。哈利路亚，时常欢呼。Amen. 因为你必呼应护庇他们。Amen.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有人靠人，有人靠自己，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投靠全能的神。Amen. 凡投靠主耶稣的，愿他们都喜乐。Amen. 哈利路亚，我们还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神是我们的依靠，当你起来祷告，神就必使瘟疫止息了，不用害怕。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家必蒙平安，因着你的投靠，因着你的祷告。哈利路亚。好，我们坐下以前，我们彼此说，神是你的护避难所。哈利路亚，神是你的避难所。阿们。凡投靠他的必然平安。好，我们要特别欢迎我们当中有没有你是第一次或第二次在我们当中来聚会好敬拜的弟兄姐妹或朋友，我们欢迎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要特别来欢迎你。哇，今天凡来的人都是勇士，都是渴慕神的，都是敬畏神的。哈利路亚，愿神的恩典能力覆庇我们。好，我们要特别去跟他们握手，不要握手，拱手。哇，现在还有新朋友愿意到聚会的地方来，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他们。哈利路亚，欢迎你们。好，那今天是吴牧师好回到牧灵粮堂来分享，然后戴牧师在活石灵粮堂分享哈，啊，愿神大大与我们的牧者们同在，恩膏他们。好，那我们二月八号，元宵节，平溪灵粮堂有元宵节的活动，我们要再次来邀请招募同工们哈，就是可以来做招待，可以来福音解签翻译，每一次其实因着我们弟兄姐妹投入在。平溪灵粮堂的不管是翻译啊福音解签都带下很大的祝福哈。那我们电梯的旁边有一个可以签名，你
可以服侍的，你就到那里签名。然后呢，我们二月二号下午一点半，在503智慧传道也会来跟我们说明，所以不用担心，我们都会预备大家，你就是去成为祝福的出口就可以了。那智慧传道也特别提醒我，就是其实还有一个2月16号也是在平信礼堂堂，每一年他都会请当地的外佣吃饭。那他鼓励，因为他需要，他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他需要有人帮助他。好，如果你有感动，或是你个人，或是两三个人，或是小组，愿意来提供菜，就是每人一菜，或是每组一菜，好，然后来让当地的这些外佣们啊，这些好像离乡背景的哈，这些外佣们，他们可以在我们的平信礼堂堂感受到家的感觉哈。那所以如果你有感动，可以提供菜的，好，或是各样的菜色都可以，都去找智慧传道哈。那就是不要提供猪肉就好了哈，因为他们不吃猪哈。OK， 好，那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问说，哎，幸福小组要如何来启动？哈，所以我们在2月18号的礼拜二晚上7点到9点，我们在副堂有一个幸福小组启动分享会。好，那我们就会有一些走过幸福小组的同工们来有一些的分享，有一些的交流，一些的见证，好，或是有一些 QA。好，所以请有兴趣的要预备下一期。来开启幸福小组或是参与幸福小组的都可以拨空前来参加。另外3月22号我们有一个2020年，我们去年才在冒空，好，我们有很棒的美好的时光，然后神也很大的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那今年我们会每一季，期待每一季我们就有小组长的领袖聚集。那今年的春季是在3月22号，那我们请小组长核心同工夫妻可以拨空，好，一起来一起来参加，我们也会有一起爱餐。好，那我们有一个报告，特别关于武汉肺炎的报告，那个在我们的周报的最后页，我最近听到一个这样的说辞蛮好的，戴口罩把嘴巴遮住是为了保护别人，把鼻子遮住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我们戴口罩要正确的来戴，为了保护。那当然台湾目前还没有太大的蔓延跟扩散，但是防止疫情最好的方式就是隔离。好，所以说如果你把自己保护住了，好，也就能够保护，最怕的就是交叉感染。好，所以为了防范蔓延，也为了维护弟兄姐妹的健康，教会已经开始有设置酒精消毒液。好，所以你进来聚会的时候或是你来教会的时候都请使用这个酒精消毒液，然后呢也要自备口罩。好，那其实酒精消毒液听说也只是能够抑制它繁衍，细菌繁衍而病毒繁衍，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勤洗手，请大家多多洗手。那如果你近期是从中国或是包括港澳地区回来的，那就请建议自行隔离14天，那也要保护你的家人，在家里也要戴口罩，不要传染给家人。那如果特别有慢性病，心血管疾病啊，或是各样的疾病，上面有写，因为我们好像听说比较容易发病的是因为本身就有慢性病的人，所以真的我们平常的身体照护是很重要，更多为自己祷告，求神医治的恩膏常常的充满我们。那如果这样的状况呢，就请自行酌量参加聚会，或是说公众的场合都要特别的小心。如果有呼吸道的症状，那就在家休息。我们这个等到退烧之后再参加各样的集会。那我们感谢神，我们的同工和小俊，他也跟我们的音控同工开始有，我们开始预备有直播，主日直播，如果您担心也可以在家里面来看。但是如果你，我还是鼓励，如果你没有任何状况，我们可以一起来聚会是更好的，让我们常常存敬畏的心来到圣殿中来敬拜神。但如果你有状况，你就自行隔离，可以在家里看直播。那教会也有一些的宣导，请大家多留意关于武汉病情啊，或是说这个手部的卫生啊，还有咳嗽的礼节等等。好，我想网络上也都有，我们都常常预备我们自己。那在台上服侍的同工包括讲员跟敬拜团，只要你手部有清洁或是你的体温是正常，我们可以不戴口罩。戴口罩真的是
不容易，要讲话是不容易的。好，但是特别敬拜团，好，我们要特别提醒敬拜团同工，在你使用麦克风之前跟后，请用酒精消毒这个麦克风。那怎么样消毒呢？其实可以问主领，我们都已经跟主领说了，也可以问小俊或是瑞琳，或是我们的音控同工。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以拱手代替握手，为了彼此保护。好，那我们接着有一个报告，我们要特别请我们的宣教部，好，来，我们上礼拜我们宣教师回来，那我们有接着后续的报告，我们请我们的宣教部。好，那因为上礼拜还比较多人返乡，所以可能没有听到千威真秀他们的报告。